拒绝时间管理大师，破解渣男惯用套路。他表现的就是对我好像很有兴趣一样，突然间就开始变得很冷淡。有一天他告诉我说，他明天要带他妈出国，在机场被我一些朋友遇到，那是他现任女友。如果你发现他真的开始若即若离，通常男生用这种招式他会打两排，你就要想办法去求证说是不是真的。你找三个朋友，如果你没有两个，你就他胡烂，那就是胡烂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主女家务事。